好，陳家你好啊，恭喜曬你，你哋攞咗三個獎啦，咁其中一個仲係金獎添。咁其實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哋拍攝嘅情拍攝嘅時候，點解可以拍到個質素咁好而攞咁多獎咧？我喺成個製作入邊咧，我都會盡量突顯新人嘅故事咯，而唔係去創造一啲效果去幫我哋包裝條片或者創造條片咯。咁我覺得突顯到佢兩個人嘅故事，而一啲叫做精彩嘅位置，呢個好緊要嘅，係啊，冇錯。有冇話需要啲咩特別嘅效果去做到條片有啲與眾不同嘅感覺？即係嚟拍攝手法啊，或者顏色啊，原來啊，可能好多人原來好中意比較 soft 啲嘅咁樣，類似呢啲。關於效果嗰度咧，我就中意用啲簡單自然嘅構圖啊，咁去突顯兩個人嘅相處情況啊。我覺得呢啲片最好睇嘅地方係 show 到佢哋係好相愛嘅，咁呢個好緊要咯。係啊，我有冇話拍之前你需要佢做啲咩特別嘅準備，令到條片拍出嚟更加好睇？通常喺第一次同佢哋見面嗰陣時候，我都會問一下你哋點樣識噶，拍拖幾耐啊咁樣咯。咁我就會抽啲 elements 出嚟，跟住另外再組合咯。咁另外我會再開會去講講，同佢傾一傾啊，可以點樣砌呢個故事出嚟咁。係啊。有冇話拍邊類型嘅短片最難啊？即係創意短片難啲，度橋難啲啊？定係其實可能成個婚禮流程 handle 比較難啲咁。喺創意短片入邊咧，客人多數會想 show 佢哋嘅故事啦。但係有啲故事咧係好難再拍得翻嘅，即係譬如話喺外國啊，或者係一啲中學嘅回憶啊，咁我會將佢化做一啲 elements 啦，化做一啲我哋叫密碼嘅嘢啦，咁將佢轉換成一啲另外一啲元素啦，重新砌出嚟。咁睇條片，睇翻條片嗰陣時，佢哋自己會明白多啲咯，同埋俾翻佢哋啲朋友睇咧，會有另外一種新鮮嘅感覺出嚟咯。咁婚禮影片嗰方面咧？婚禮影片嗰方面，我覺得都要好靠新人喺現場，最緊要夠放鬆，因為香港嘅 wedding 嘅 schedule 好 tight， 佢唔夠放鬆咧 ，show 唔到好自然嘅笑容啊。好開心嘅場面啊，個人我好興奮啊咁樣咯。咁我另外覺得喺拍呢啲婚禮現場咧，我覺得要好靠個攝影師即時嘅反應咯。尤其是 video 啦，我成日都講最緊要有預知能力，因為你要喺件事未發生之前已經 hold 定機，係啊，呢樣好緊要。唔該曬你陳佳，恭喜曬。OK。